没有什么收入，我会可能开始教英文。那你这两年打官司有算大概花多少钱吗？240,000加币，我瘦很多。那你身体压力现在我以前67公斤，76公斤，我现在69公斤。现在都没有跟嘉谦姐在有联络过吗？东律师而已，都是透过的。如果要试试看，早就试试看用那个，不是律师，用那个就是中间人，就是那种特别做中间人，就是每次试试看都被推掉。然后也是台湾也有一个通知，就是离婚之前不是有一个通知说可以先 mediate。 对， Jason， how do you say mediate？ 协商吗？协议啊，和解 mediate 吗？哦，有一个谈和解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他们有送那个谈和解的到台湾的家，所以我没有收到，所以他就说不成功，因为不知道有没有。然后所以没有办法去看到和解。最好是要用律师，可以好好的去做，要两个人都要聪明才可以做。经纪人啊，把你的户头的钱全部都收到他那个经纪人那边，这样子多少钱没有？但是我大陆的经纪人，别人把他放进去，他有跟我签一个合约，然后那个合约是我的钱还有我女儿的钱都到另外一个人的户。啊，之后好像我有拿到那个合约有改变了，因为我那时候都一直在那边拍，结果他说。下个很久没有拍，不是，我就是都在大陆，不是澳洲都在拍，然后美国，然后我的钱都进入他那边，所以然后那时候他们有说他有给我10%，我赚了钱，我拿了10%，因为我要请别的演员、请导演、请人家去吃饭什么的，然后我没有钱，所以他们有给我10%，我的可以去领钱，我的工作方面有些利用。可是第二个都全部到他的户口，我碰不到，我的钱也不见了，就是我不知道还在那边或是这里，房子也是被卖掉了，房子卖掉的，然后那个钱，他说哦到加拿大，可是看清楚，他买掉那个房子的时候，那个房子完全付掉，然后7,000多万之类的，那个钱没有到加拿大去，还在这里。有人说你家暴。觉得你之后会有工作吗？所以现在有靠教英文赚什么？我会开始可能教英文，我不知道做什么，因为我以前是小朋友主持人，做偶的，做可爱。现在说有家暴，心上是，我也会觉得说哦，好，我看那个资料，我看了之后你应该没有家暴，可是我会觉得说，可是真的没有吗？就是有可能。那个有可能已经够，人家就会觉得说我怕有，我也会啊。如果人家说哦他有家暴，然后我不觉得他有，可是有可能，不知道，心上不见了。所以现在是没有收入，没有什么收入，我会可能开始教英文。我这段是用从银行借钱，然后你现在也是有一些朋友跟家人。有很可爱的很多台湾人跟我说我收你100块钱做电脑，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拿他们的钱，因为我是有钱被放起来，然后人家就是没有那么多钱，然后想帮我给我钱，我不好意思去，因为就是。那你这两年打官司有算大概花多少钱吗？240,000加币。加币差不多是40了。24万加币，1:40吗？啊，汇率是现在，汇率是20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是百万，20几万，好像上百万，就是好几百万的。50所谓50，他都500万，大概500万，瘦很多，我瘦很多，对，压力，可是我去年更瘦。觉得，然后我每天，我现在我以前六十七公斤，七十六公斤，我现在69公斤，可
是我每天游泳，然后差不多每天游泳，这里比较难。我住的地方也有，然后昨天也有一公里多了，然后常常运动走路，然后我努力，我讲很多，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我律师跟我说不要讲话，不要讲任何东西，不要讲话了，你去讲话就完蛋了。我不讲话，改变不了法律。